除了引进外国研发的疫苗，医药研究院正在积极研发信使核糖核酸 mRNA 的国产疫苗。卫生部长纳杜斯里阿汉巴巴透露，预计几个月后就可以进入人体临床试验阶段。 Kita setakat ini masih lagi dalam proses pembangunan untuk mengadakan ujian keberkesanan ya, iaitu terhadap Taiwan kecil dan besar. Dan untuk ujian klinikal manusia, kita perlukan dilakukan dalam masa beberapa bulan. Terima kasih. 阿汉巴巴中午在全国疫苗接种计划联合记者会上指出，医药研究院去年11月开始研发信使核糖核酸疫苗，目前正在复制原始病毒和变异病毒阶段，一旦通过动物和人体临床试验，就可以向药剂监管局注册。 另外，阿汉巴巴透露，过去一个星期，我国确诊病例下降了 6.65%， 死亡病例下降 8.9%。 活跃病例更是大幅度下降 16%， 但是加护病床使用率却增加了 0.6%， 全国加护病床使用率达到 92%。